各位同学请就座哈，咱稍等要开始上课哦。各位同心，请就坐哈，我们要开始上课喽。各位同心，早上好。好，今天大家还是很有精神哦，跟上一次比起来，今天是格外的更有精神哈。我是从那个台东上来哈，今天早上我凌晨四点。从开车上来到花莲，到现在到这边刚好是九点半，然后今天下午我就会回去，所以台东到桃园哦，可以当天来回哦，我想尝试一下这个机会哈。我住在三仙台哈，阿密斯哈，阿美族的，阿美族的这个同心哈。那今天看到这些都是有福气的人哈，都是为了台湾的前途，为了台湾的子孙哈。我们一同来打拼努力哈。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从各国利益中看到台湾的未来哈。好，有没有看？好，不好意思。好，就这些，今天要讲的五个大方向哈。未来国跟国之间的冲突的核心。都是来自于能源需求取得与掌握哈。什么样的能源？油权、渔权、航权哈。地点在东海跟南海，啊，就是我们在新闻媒体只要看到哈，看到的那个议题，大概就是啊，就是中国跟日本在为了有的事情在那边吵来吵去哈。好，这个是在2013年11月23号，啊，中国在东海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哈。这个识别区哈，它的重点在哪里哈？其实这个地方就这个区块，有丰富的石油跟那个天然气哈。那它为什么要画这个？就是他们想要利用这个啊，来作为他们领土的延伸，然后变成我有他们就有一个采油的一个正当性哈。那这个是日本与中国争议的。岛屿叫钓鱼台，我们讲钓鱼台啊，日本人称为尖阁诸岛哈。那从整个地理来看哈，钓鱼台在我们台湾，离我们台湾最近哈，好，只有90海里，就170公里，就在我们上面而已哈。好，这是防空识别区里面哈，里面这边有一个重点哈，这个区块。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春晓油气田的位置，也就是说，它离日本的琉球群岛非常的近哈，琉球群岛非常的近。那中国的那个油田在这个地方有四座油田，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哈。好，所以它为什么要画这个防空识别区哈？其实里面有很多啊，我们。可以，以后都会知道的一个那个机密啊，讯息哈。好，这边，啊，这个是龙井油气田，好几个，天外天，
其实这个里面有些是中国跟美国买回去的哈，所以这个里面这个这么庞大的这个石油利益哈，美国也扯上一腿了哈。好，再来，啊，这个是已经有这个油气田的设施了，在这个只差这个如果说这个领土的权利那个主权哦确立了之后，经过这个几个大国经济大国谈判协商。决定了之后就开始开采啊，就是开采，啊，这个那个中国海监船，啊，这个海监船代表什么？你知道？代表是一个海权的一个力量的延伸哈，啊。未来我们你要跟世界各国谈世界经济的时候，你的海权的力量要非常的强大，才有办法跟列强来谈判协商啊。这个是这个怎么？好，只有台湾人怎么看这个钓鱼台哈？台湾人怎么看钓鱼台？2013年4月，日本与台湾达成渔业协议，允许台湾渔船在尖阁诸岛与八重山群岛，啊，所的经济海域捕鱼哈。人家在抢油，在油怎么油的利益？我们台湾人，我们的马总统还很高兴说这是我的政绩哈。哦，我们跟日本人谈好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捕鱼哈。我们人家是抢捕油，我们是捕鱼哈。好，这个是陈文茜的节目里面讲的这个话，在《苹果日报》把它揭露起来哈。他说不要自欺欺人哈，什么谈跟人家谈渔权？1971年哈，台湾跟日本在钓鱼台的争执哈，啊，台湾只要。不上钓鱼台就可以了哈，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这个时代改变了哈，中日两国内部的经济及霸权主义压力都逼着钓鱼台主权越来越接近摊牌的时刻，好，越来越接近摊牌的时刻。那中日两个大国真的是什么？真的是有，只有台湾像鸵鸟似一样在干嘛？在看那个篮下底1公斤5块的鱼哈，这是我们台湾的立场哈。好，钓鱼台。蕴藏了大量的什么石油，专家指出，啊，这是专家讲的，啊，可供中国使用80年，日本100年，啊，价值200兆至400兆日元，啊，这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哈赖世葆，应该大家都认识哈，他在陈文茜的节目里面有换算过，他说平均台湾人哈2300万的人口，一个人可以分到800万到1600万哈，所以哈重点在这里哈。钓鱼台其实对中国或者是日本比台湾还重要了哈，比台湾还重要。好，没有能源没有经济就没有未来哈。中日两个大国都是为了什么？能源短缺哈。不好意思，好，都是为了能源哈。中国还以天价并购了美国的石油公司。21世纪的世界强国的概念已经不是军事，是能源。只有习惯应付问题的台湾官方会用什么自欺欺人的相信说一切还是一夜哈，一切还是一样。好，再来，石油的蕴藏量哈，在东海的蕴藏量，这是这个是钓鱼台附近的1968年专家的估计。石油的蕴藏量超过1000亿桶，价值超过1兆美金哈。天然气的蕴藏量在，这是日本人调查的，2000亿立方公尺哈。南海是200亿桶，天然气是1000亿立方公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哈在南边跟北边都会部署很强大的海军的实力哈。好，我们来看看各国的军事部署。学者专家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对该国的经济利益与海军实力、海权哈，被视为什么同一件事情？意味着海权的能力代表着什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各国极力提升海空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可以怎么样跟经济大国进行经济利益的谈判哈。海军达到哪里，就可以得到哪里的利益哈，哦，就可以得到哪里的利益。中国自古以来，我们来谈中国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陆权的国家，啊，他们的海军非常的弱，啊，空军也是很弱。一直到最近，他们
自由经济开放之后，自由经济开放之后，他们快速怎么样发展海权的能力，作为什么经济谈判的后盾。在南海呢，在这两三年内会有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群哦，就近南海布置核潜艇的什么地下基地，海南岛建设航母专用军港，称霸南海的企图心非常的明显哈。这个是那个网络上面拍到的这个三亚市亚龙湾的南海舰队的基地，他们要怎么样？中国秘密修建的嘛核潜艇基地，南海成中国核打击的阵地。这个是被美国的那个情报局哈说，他们有找到这个哈，美国海军的情报部门最新的发现哈，中国在海南省三亚市建造了亚洲最大的核潜艇的基地。中国在海南三亚的海军基地部署解放军最新型核潜艇哈，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搭载什么超过8000公里的巨浪二型，啊，潜射洲际弹道，啊，洲际弹道这个是可怕的一个武器哈。在三亚亚龙湾南海舰队基地里面拍到的三艘就是刚刚那个哈。好，我们再谈到日本，日本自二战后就一直处在什么不正常的主权独立国家哈，所以这是安倍哈的政治操作很明显哈。刚刚我们老师都讲师都有讲之哈，他们要修宪，从自卫队的被动防卫到什么修宪过后转型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防军，这个很重要。你要跟人家争这个油权哈，你如果说你的国防很弱的话，人家都不理你，不甩你。人家的军舰靠到你的领海，你也打不过人家，所以那个安倍急于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他必须在什么？必须要改变他们防卫那个自卫队的性质哈。自卫队性质它有很多限制，它的军力也好，它的那个军备也好，都被受到限制哈。这样安倍的那个动作没有美国的支持。什么人当首相都没有用了哈，都没有用。好，这个是日本昌隆号的潜艇啊。好，这个就是秘书长跟我们讲的哈。他说每年日本都要创造一艘潜舰哈。我们看这个昌隆号，2005年动工，2007年下水，2009年3月怎么样服役？然后呢，你们看，2019、2011年。2011、2012、2013、2015，几乎每年一艘。如果说他们国防军修宪成功之后，可能他会大量的在生产，所以可见日本的整个军事的这个制造能力非常的，还是保留他过去的那种能力。你看他们是叫谁？昌隆号是叫三菱重工，云龙号是叫川崎造船，每年都可以生产，反正我就叫一个厂商，我的一个制造商来创造就好了哈。好，再来，我们再看美国。美国自中东反恐战争之后，2005年转向亚太，建构一套全球最大的防御体系哈，全球最大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美国人在做事情呢，它是一套的，它是有一套的一个战略在这个地方哈。那重返亚太的意图是什么？重返亚洲为什么要把地表最强的航空母舰移防到太平洋？这个是为什么？哈，我们最近我记得是去年还对，那个阿帕奇哈卖给我们台湾哈，马英九很高兴，然后就在那个机场那边说哇配合演出，结果演出结束就停飞了哈。停飞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美国要停飞他们的飞机很简单，不用理由，他只要随便找一个理由，他就让你停飞，停飞到他们认为可以飞的时候啊。过去的敌人就是今天的盟友，过去的盟友是今天的敌人哈，这是为什么哈？好，这个就是那个亚太区哈美军的基地的部署哈，这个红线是无水端，就是北韩的整个导弹射那个。日本的整个驻军有35000多，韩国有25000多，在关岛有2000多个，
这边有很多机场哈，最重要的是这个，目前美国动作最大的这个岩国基地，岩国基地哈，他把这边的一些部署往这边靠。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岩国基地跟这个啊韩国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哎海峡哈，他们要封这个有封这个整个这个到往下面又可以攻那个。他们的那整个范围可以到台湾，一直到这个地方，北边呢又可以接他们这个北方四岛这个地方，啊、哦，这个北海道这北方四岛在这边哈，好、哦，这个千岛群岛在这个地方，那、啊、这边是韩国，这边是辽东半岛哈、哦，整个美国的整个防御体系，那，好、哦，这个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西尔，啊、哦，哈尼海星上将宣称，美国太平洋舰队。今后的重点是什么？中国海军啊，这个是美国的整个部署哈，战略，这个是岛链，这个岛链是从这个上面开始一直延伸，然后到越南这个地方勾上来，啊，菲律宾之后勾上来，几乎把中国的整个海上的整个封锁起来了哈，好，这个是第二岛链哈，你看我们从这边开始画勾，从这边勾上来，有没有勾住了？中国的海军只能在他们的这个海域走了，就只剩下这些，哦，就是因为这边还有中间线嘛，中间线，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不让他出去太平洋就对了哈。啊，讲那个美国的国务卿说啊，太平洋很大了，适合足够我们中日两国使用啊。事实上，美国根本不想让他们怎么样出太平洋哈。第一岛链还不够，还有第二岛链呢，啊，那这边哈。2012年的多国演训，啊，这次参演的亚太地区除中国外，有22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可以对付谁？可能的地区威胁。这个地区威胁是谁？啊，当然是这个了哈。嗯，好，这是美国国防部长的表示哈。美国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移转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会有60%的。美国战舰部署太平洋啊，部署太平洋，这是美军冲绳的加索纳空军基地啊。美国的海军跟空军都会进来，60%的美国把全球的布局重新调整啊，重新调整。好，这是加索纳空军基地啊，空军基地哈，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哈，被认为什么？美军针对西太平洋啊最大的侦察基地。号称美国亚太的什么鹰眼啊，鹰眼啊，这边部署了200架飞机哈。好，这个近2年转型中哈，这个会跟我们台湾会有一些关系啊。那是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架构内啊，这个它做转型的时候会牵扯到我们台湾。2010年5月部署12架最新队的什么逆中什么 F-22的战，这是全世界目前最先进的飞机，是所谓所称的第五代机哈，好，就是它就长这样啊。你们知道它这个造价有多少吗？4亿美金呢，将近4亿美金，换算台币是多少？120亿台币啊。一架啊，美国在什么加索纳基地部署12架，哇，这个等于都是钱哈，啊，好，美国到现在哈美国国会，美国的国会不准国防部什么出口 F-22这个战机，目前还没有出，不能出口。那它的特色就是怎么样？它的主要是它的后续的维修，然后维修人员的减半哈。在20年中的成本将比 F-15少5亿美元啊，5亿美元，好，这个是这个进气道跟我们的什么 IDF 的设计是很像的哈，这是很像的哈。好，它的雷达啊，重点还有这个哈 ，F-22仅要15分钟就可以做下一次的什么出击。F-5战机哈，光是一个飞行中至少要45分钟，因为我在空军服役哈。我们都是在修飞机的，在管飞机的，我们都有一些技术命令。我们的技术命令就是规定，你飞行前你要有1.5小时的检查，飞行中你至少要有50分钟到1个小时的检查。
但是 F22 不用了，它只要15分钟，它就可以再起飞嘛。哎，就可见它的整个作战的那种能力又提升了更多的那个那。好，再来就是这个，它的维修哈都在机库，我们机库就是一个掩体嘛哈，飞机停在里面，也就是它的整个飞机的那个都是用模组式的了，非常的快。我们台湾的空军的战机维修哈，待建的情况非常严重。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叫待建的情况哈？也就是说我们要零件，要不到，买不到，又不能自制，所以你的整个飞机的妥善率非常的低。譬如说我们妥善率80%，可是可以作战的飞机哈，可能不到一半，哎，不到一半。像 F5 它是属于二次大战之后研发的这个飞机哈 ，F51 哈。其实 F51 那个时候已经有什么空中加油的那个什么设备了，啊，美国在卖台湾的时候，他就把它封锁起来，你们不能空中加油，你们会超越台湾海峡去打中国，所以不准你们加那个空中加油机，所以美国卖给台湾的飞机大概都是只能使用一半了，可以飞，哎，作战能力可能只有防御性的，他没有办法有攻击性的能力，所以台湾人想要买 F35， 有人我们的国防部啊，一些军方的那些专家就说：“哎，台湾就不要跟他们买 F16 了，就买 F35 就好了。”可是你就算买了 F35，也是这个作战能力可能还是很有限哈。除非今天整个台湾的整个政局改变了哈，这个大环境改变了之后，可能我们的进驻的飞机就是不一样了。好，一个中队24架 F2 的30天情况哈，8架次，它的也就是说它整个其实 F22 跟 F35， 它其实它改进的那个主要是它的整个后勤、它的维修、它的那个机动的那个的能力哈，它甚至于减少了整个什么运输的什么成本跟那个出勤的次数哈，啊，这边。人家 F5 中队哈 ，F15 的中队需要14架 C17 运输机 ，F22只要5架次就好了。好，这边每架$3.39亿的战斗机单位成本，一架的单位成本哈。好，这个就是待会我们要讲的岩国基地哈，因为岩国基地美国会大举的把一些从这边的一些在这一带的那些部署哈，往这个地方移了哈，往这个地方移。好，岩国基地的什么规模足以击败中等国家的空军哈？中等国家的军力，其实岩国基地是美国陆战队的机场啊，它里面有这么多的编制哦，它是一个属于机动，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基地啊，它什么都陆。陆战队也有，空军也有，海军也有哈。目前的是53架，但是呢，岩国那个主要岩国基地有什么 ？F18 大黄蜂是美前当前主力什么？按代数属于4代半哈，4代半。先进程度仅次于 F22 第5代战机大黄蜂。西代哈，这个都叫做哈，这个也是唯一美国海军陆战队唯一常驻海外的。F18 黄蜂是战斗机中队，只有在这个地方有部署哈。这个就是大黄蜂，啊，这个是美国制造的哈，全天候的。啊，这个是 AV8，啊，也是在岩国基地那边部署哈。那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这里哈，垂直起降，它的跑道不用很长啊，尤其是我要到国。那个境外哈，就是不就是就在海上，这种的飞机就很需要，它不需要很长的跑道，它就可以起飞哈。好，你看它的滑行距离不到什么 F16 的1/3，365米，就是一个超长的直400公尺超长拉直，它就可以起飞了。一般的747以上哦，你没有2500公尺是没有办法下来。它才要，它只要365米，它就可以起飞了哈。
好，这个就是最近在媒体里面看到的鱼鹰式哈，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整个它是复合式材料，变得很轻哈。它的主翼这个可以变，它这样飞的时候它可以上升，但是呢它要速度要加快的时候，它这个会移动，它就变平行，变一直线，哈。它只要它动这个哈，只要90秒就完成了哈。好，这个它有没有？本来是从在上面，对不对？现在变往前面这样子，它的速度就跟一般的那种直升机就差很多了哈。好，好，这个就是岩国基地啊，它也部署了这样的一个飞机在那个地方哈。好，到2017年哈。神奈川厚木基地的59架航母舰载机也要移到岩国去，好，移到岩国去，也就是那个，它就是美国航空母舰是在日本后面的那个地方呢，日本本土后面哈，它现在往前往那个往西边靠，好，所以岩国的各式军机数量比现在翻倍哈，达到什么127架了，120架多以上哈。这个它的整个作战能力就非常的提升了。好，美国预计在明年哦，2015年左右将 F-35 战机派驻岩国，取代现在的大黄蜂，还要跟这个 F-35B 属于第五代的 F-35B 哈，它是它待会它 F-35 有 A、B、C 三种方式款式哈，啊，将至到127架。岩国将超过什么？美军基地中数量最多的加索纳基地，成为远东最大规模的远东那个美军基地哈。好，这个是 F-35，好，台湾也很想买这种飞机啊，因为这个的造价跟 F-22的造价简直就是差了10倍吧，10倍的价钱啊。好，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的将近什么？将近要2443架，取代什么 F-16、F-18，好，这些战机 ，F-35属于第五代的什么战斗机？好，它 F-35是吧？外形像 F-22，好，就是小型版的 F-22了哈，小型版的。好，美国在制造这个 F-35的时候，它是跟几个盟国一起开发的。所以有这些国家订710架，那 F-35有 A 是属于空军在用 ，B 是属于海军陆战队跟英国皇家在用 ，C 是什么？美国海军在用，所以全部都改为 F-35统一啊，跟一直几起盟国哈，全部都要什么改用这个 F-35，啊，未来的那个战机哈。好，这个是美国啊，视为朝鲜半岛发展状况的是未来远中最大的美军基地哈。岩国基地距离刚刚我们有看那个地图300公里，好，在美军基地中是最接近朝鲜半岛的哈。好，好，是这个。这个是美国在亚太的军种司令部哈，他这边有陆军司令部，都在日本跟韩国，这目前是在这个地方哈，日本最多了，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横须贺基地，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部在冲绳考特尼营哈，第三远征军，空军司令部有两个，第五航空队跟那个韩国的釜山基地哈。好，我们看这个哈，这个是1979年以前的事情哈。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其实在台北啊，1979年裁撤的哈，你们知道吗？这个美军一直在台湾啊。好，这个是美国的潜艇，
好，美国频繁强调，未来将把空军和海军的60%的兵力在2020前布置到亚太。好，美国加强亚太军力的部署是所谓的什么？人道援助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么强大的60%啊，人道援助哈？跟我们秘书长控告美国政府，台湾国际地位以台湾人权保护诉求，我们是用这个来去告美国的啊。他说来亚太是为人道援助啊，我们告他们是人权保护啊，我们自己思考就好了哈。那美国在干什么事情啊？我们就看着他们怎么继续玩啊。好，再来就是美国此前提出安保条约哈，刚刚那个也有讲，上堂也有讲，覆盖台湾啊，安保条约是覆盖台湾的。那么为什么要把60%的军力移到台湾？移到亚太？因为逐渐强大的大陆，美军对台湾未来可能进行的军事干涉将力不从心呐、啊，力不从心。美国希望联合日本、南韩、澳洲等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在钓鱼台的事上，日本希望美国也能够帮忙他哈，谋求什么？美国跟日本的两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美国除了飞机还有什么？航空母舰，航空母舰他们要部署什么？福特级的21世纪最强大的那个哈，最新的那个航空母舰，哦，次世代的航空母舰，所以第三代核动力航空母舰，2015年开始会，又是明年哦，都在明年哦，这个时间点怎么那么巧合啊？2058年10艘通缉舰哦，要怎么取代现在的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好，它就长这样哈，有没有？它的编号叫 CVN-78，那个它前一艘叫 CVN-77，它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这样照那个编号排列的哈，后来又改成什么 CVN-21，什么意思？这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航舰设计哈。未来的航舰的设计是朝这个方向，它不见得要很大，但是呢，它的攻击力跟它的整个后勤的资源的那种都会比过去少很多。他们是在设计是从这个方向去设计，甚至于它的几个跑道的这个跑道的设计跟这个放飞机的这个甲板的设计，虽然变小了，但是它的舰载量哈，又比以前更多哦，又比以前更多，而且它的出勤的那种。那个能力会更强，好，好，好，尤其是这个人员编制会少50%哈。再来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跟蒸汽弹射器，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哈，他们没有办法的技术就是这个了，他们说要造航母可以啊，但是你要。这边的关键技术只有美国有那个能力，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美国有那个能力啊。它的效率跟输出功率更大，也就是说，它跑道不要很长，短距离它就可以起飞。它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哈，来去怎么样？哦，甚至哦，短跑道弹射全副武装的战斗机哦。也说你飞机要起，你要让它正常起飞哈。如果说空机起飞没问题，你们有看过那个吗？那个什么珍珠港，那个电影有哈，有没有？他们不是要出发之前开始在瘦身，有没有在瘦身啊？这个他本来有带什么行李，或是带什么一些私人物品，全部要丢掉。为什么？你的跑道不够长，如果说你重量不减轻的话，你会恢复上去，就还没有上去就下来了，就掉下来了。所以他美国。从二战开始就在研究这个部分，预计在研究，他用几十年的时间了研究，终于被他们研究出来了，哦，也就是他全副武装的时候，重量增加，重了500吨，那个飞机让他那个起飞的跑道的距离就要加长，所以他们在福特号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哦，当然这个那些射控啊，什么电脑哈，一些雷达更也是提升了哈，都改良了哈。那他们在甲板上每日最多可以怎么样？从160架次提升到220架次哈，
这个就是美国60%来，我就应验了刚刚那些专家说的，海权的力量的延伸就是你的经济的那个。好，这个是他的部署，未来都变成是 F-35，未来就从2015年以后就会用这种飞机来替代现在的大黄蜂哈。好，南海各国为什么突然间国防都起来了？连越南他们也要买飞机啊什么哈？唯独中华民国在裁军哦，预计2015年会裁减到120,000人，解除国防军转型为自卫队的性质。这是马英九的讲话哈，这是国防部今年1月的兵力调整，明年14永固案兵力。规划从什么215,000人调整为17万到19万，结果马英九就说了，17万太多了啦，哦，能不能再裁一下？预估会精简到13万人哦。国防部就说还没有接到国那个总统的进一步指示，这个就已经是指示了哈。好，马英九接见那个美国智库哈的时候啊，有在讲这个。马英九就说：“现在的军人占总人口数的0.9%，他说这个比例太高了，未来要维持0.6到0.7，就足以维护台湾安全。这个怎么这个逻辑哈是有一点问题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啊？如果说以国防的一个提升来讲的话，这个逻辑是蛮奇怪的哈。换算之后，台湾未来只要13万人了。”比国防部的17万到19万还少啊！这个是《自由时报》啊，从那边。好，所有的战争啊，利益为主，强大国家经济利益与海权实力是被视为重要，意味着什么？海权能力的代表，海权能力代表该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各国极力什么提升海军作战的能力哈，才能够跟什么经济大国谈利益谈判。海军到达哪里，就可以得到那里的利益哈。好，我们来讨论这个尖阁诸岛哈，因为这个也是领土主权，四方都在很混乱啊，都在很混乱啊。那这个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哈，要跟中国一起唱双簧啊。刚刚有看到那个图片嘛，对啊。好，交战国三方。结束战争状态的处置是由交战国双方签订和平条约生效才算是什么终止战争状态。国际间目前有两个有牵扯到这个钓鱼台的领土条约，只有第一个是马关条约，好，1895年4月17号，我们一直谈马关条约，一直谈旧金山和平条约，可是这两个条约哈，你听不到在从哪些人的嘴巴听不到呢？哪些国家的领导人听不到这个？他们不愿意谈这个，因为他们谈这个就破功了，就破功了。尤其是中国跟中华民国都不愿意去接触这个有关这个条约的议题哈。好，这个是马关条约。好，这个是大清帝国大皇帝跟大日本大皇帝订的合约呢，你怎么可以说我不承认就不承认？对不对？我不承认。或者是什么？开什么玩笑哈？这个是李鸿章嘛，跟他的儿子，都是一等的啊，丞相哈，都是宰相级的，在签这个合约，不是那些阿猫阿狗签的哈。的第二款，哈，永远什么让与日本，啊，这个是这个奉，这个是部分是奉那个奉天神哈的，就是辽东半岛的部分。这辽东包含什么？辽东湾就是黄海那一带哈。然后第二条，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重点在这里哈。什么叫做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你们附属岛屿是只有指兰屿跟绿岛吗？我们台湾目前的附属岛屿是哪些？你们听得到的？龟山岛，对，附属群岛应该，如果说在这个条约在做割让的时候，在做那个割让条那个签署的时候，它一定会有界限，就像这个一样，有没有？这个部分因为会牵扯到一些争议，所以他们就直接明文规定说，这个区域我们
我们要的哈。啊，这个台湾全岛不可能说独我们那个什么彭佳屿，然后又独漏了那个钓鱼台，这个有点奇怪哈。这样割啊，我们看这个哈，连这个都那时候都割出来，朝鲜半岛哈，到这个部分，钓鱼台在这个地方嘛。啊，这个是整个大陆的彭佳，一直我们刚刚讲的南沙这边这一带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争议最大的就在这个地方，哦，啊，这个是冲绳群岛哈，那个琉球群岛。然后待会我们会看到两个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的主张哈，是非常的好笑，非常的好笑啊。那群岛一定是这样延伸下来，不可能说。彭佳屿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割这个地方就属于中国的，或者是这边是属于日本的，这很奇怪，好，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哈。好，这是旧金山和平，就是有两个条约，啊，这个，好，这个是我原文把它弄下来，当录下来的哈。好，这个是日本放弃台湾哈，这边比较简单，它不像那个就。那个马关条约，就这样带过而已哈。好，这个原文这边写哈 ，Renus 那个为了这个原文解释，秘书长还特别写了一篇哈，为了解释这个英文的解释哈。放弃有很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种，这个是拿出去之后还可以拿回来的意思哈。中国与日本的矛盾主张哈，中国与日本宣称有尖阁诸岛的主权哈，却不愿意接受国际间的惯例形式，各自坚持主张啊，导致邻国的区域安全哈，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征服国美国有必要基于人道立场维持区域安全稳定、全球经济以及国际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正确行事哈。好，日本的主张，这是日本的主张。他说1884年日本福冈实业家古贺正四郎向日本政府报告发现了这个无人岛，日本随后在1885年派遣银丸蒸汽轮实施调查。好，在1895年1月14号，日本在日清战争节节胜利之际，日本内阁会议宣称了哈，占领了尖阁诸岛，把它划为冲绳县、琉球群岛、八重山的一部分。不过，这里并没有被《马关条约》记载啊。这个部分呢，《马关条约》并没有，因为这个，然后在《马关条约》。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参照《马关条约》？之后为什么不参照这个《马关条约》？哎，这个就有点怪哈，因为他们不这个，只要《马关条约》一出来，这些论述就全部就破功了。他们的这个主张就完全就没有立场了哈。好，这是中国的部分。中国说啊，你日本也可以这样。1885年，我们更早，我明朝就有了啊，我们明朝就有了啊。他说明朝、清朝时代啊，有文献啊，那也有他们认为啦，他们有在实质上的主权哈。然后就把我们台湾哈，台湾移民把它纳入到他的整个什么哦主张里面哈，且从明朝。就被划入水军的防区了，这是中国人的主张。理当依照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将归还于什么中国？那讲到这个，我就在想，为什么又不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行事？为什么？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一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又破功了，又破功了。所以，讲这样，那钓鱼台是谁的？大家就知道答案了嘛，哈，嗯。不用是非题，也不用选择题啊。好，这个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波茨坦公告里面哦，《开罗宣言》是中国人的主张了哈，中国人主张。那时候，中国、英国跟美国的这些外交，那时候好像是请那个王崇义吧，那个蒋介石就带他去开罗。人家就问啊，这个人是谁啊？这样。要到谈判桌的时候，人家就问你这个人是谁啊？这个是我的外交部长，当下就给他命令说你就是我的外交部长了哈。是这样，讨论的时候是这样的哦。外交部长，我有权利
在这个谈判桌里面谈，他们就在里面谈什么？开罗宣言啊，啊，那时候那个时候中方就很强势，说不行不行，你窃取了我们的土地哈，你们要还给我们哈，他们是这样啊。美国那时候，那英国那时候的那个外交哈，那些谈判的人也就认为说不妥，这样不行，哦，我们还是要依据万国公法行事哈，啊，我们不能随便乱搞。美国就说啊，反正我打赢了，没差，我是中富国，就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那边讲。开罗宣言也是这样，到了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哈，又少了一个人，少了那个斯大林哈。为什么斯大林跟蒋介石哈没有办法，两个哈好像小孩子一样在吵架，王不见王。蒋介石在的时候我就不在啊。哦，斯大林在的时候，蒋介石我就不在，我们就是不想见面就对了哈。他们有恩怨了，这两个有恩怨哈，不知道什么恩怨哈，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然后波茨坦公告的时候，斯大林参加，蒋介石不参加。那时候整个开罗宣言的这一些中方的这些论述哈，到了波茨坦公告做了一些调整哈，做了调整。波茨坦公告就说，限制日本领土的主张了，也就是说，日本哈，我告诉你们，你们战败国，你们只能这样子到这个，从北海道这个哈，你们只能到这边，还有你们附近的群岛哈，其他的都要被我们占领，或者是我们都要被我们处分啊，我们怎么处理？到时候在合约的时候会我们再讨论。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在宁定的时候是吉田茂日本的首相跟着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他们在草拟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内容哈，所以他们在那边有一些都会有一些什么攻防哈，啊，就是这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主要岛屿，包括这个就是什么当初盟军啊，盟军第训令677号，啊，限定日本的版图，就这边而已。好，这个地方，这个都，这个是被这个区域是北方四岛被什么？被苏俄把它占领去了，应该是抢走的了。好，尖阁诸岛的真相。好，交战国三方哈，终止战争状态，签订条约。国际间有规范，哦，如果你的条约触碰到什么抵触到万国公法占领部的一转，你就怎么样主权你们就会视同失效，你们不能去硬签了哈，硬签会有一些下场哈，哦。目的就是要限制列强国家野心不断的扩充自己的领土哈，哦。依据旧金和平条约架构下的美国立场，1917以来哈，哦，美国一直坚持尖阁诸岛哈。哦日本具有管辖权，至于领土主权，美国不持立场。原因就是会抵触这个，啊，所以他们不会说，哦，中国、日本，我们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来，我们来谈一谈就好了。哎，不行，哎，美国人是，哎，非常有法治的哈，嗯，好，引起尖阁诸岛争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日本从未承认马关条约嘛，哈，刚刚我们讲过，从未承认马关条约。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台湾附属岛屿是包括地理上的什么福尔摩沙岛相连与钓鱼台列岛的事实。啊，哦，这个争议，中国跟日本哈，哦，他们要持续这样产生这个延续这个争议啦，延续这个争议，一直等到哎，我们这些民政府的人哈。哦都已经准备好了哦，啊，是时候了，美国老大哥就来了，可以哦，可以摊牌了，土地我们可以谈了，这样啊，谈完土地的事情了之后才有利益的问题嘛，就利益的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日本从未公开1945年4月1号日本裕仁天皇哈的诏书了哈，宪法施行台湾及附属群岛，包含钓鱼台、西南沙、西沙。那么这个是这个争议哦，就是什么？日本人搞出来的。他
当然有他们的策略在了哈，有他们的策略在哈。好，就是刚刚这个有秀过了哈。好，日本神圣不可分的领土之一哈，这个概念哈，就好像，秘书长举的例子，就是很喜欢他用那个什么离婚、结婚的那个例子哈。离婚，结婚签的你，只如果说隔一天，你有外遇，然后被你的老婆抓到，然后就给法院判，那个老婆就一半的财产了。如果判离婚的话，有一半的财产，这个会牵扯到很多利益跟财产的问题哈。那也就是说，你签了就算了哈，你签了就算了。我有一个朋友哈，他的哥哥，今年年初死的，他没有结婚，可是有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两个很相爱啊，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办理结婚登记。结果有一天那个男的就今年年初突然间死了。结果有500万的赔偿，那是公安嘛。结果他的女朋友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哦，最后分不到任何什么赔偿金呢？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个效力了哈。我要讲的重点是效力了。也就是说，你4月1号，你不要讲说4月1号了，8月14号也一样，照样算，对不对？8月15号宣布投降，对不对？我8月14号有这个诏书，我照样给你成立嘛。对，强调他的效力了哈。也就是说，你日本怎么不承认没有用？因为这个诏书我已经有一个证据在这个地方了嘛，对不对？好，日本台湾已正式纳入什么？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那这个重点就来了哈，以后的条约也好，以后的那个就要从这边开始那个了，认定了哈。哈，认定了。这边说，日本是依照国际法的规定，哈，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前，1945年正式怎么把台湾建构编入日本的合法国土？这就是国际间嘛，你要依据国际法嘛，对不对？你就是国际间的规矩就是这样哈。那既然已经这个动作行动了，这边哈，日本政府业已完成对台湾领土之主权的建构之行动与实施哈。这个动作已经出来了，也有那个文书了，好，文书也都有了哈。好，重点是哈，纳入什么宪法？重点台湾所谓的纳入不可分割领土，就是说大日本帝国的宪法里面哈，领土的部分已经把台湾纳入。编入进来，意思就是说，我们他已经正式成为什么大日本帝国的国土的范围之内，这就这个意思了哈。纳入了，就是已经编入了，就好像中华民国宪法也一直不愿意把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的时候，并没有把台湾划入他的国土里面嘛，所以到现在也还没有啦，到现在他们还是仰望那什么中国。大陆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大片的土地，哦，祖国哦，这是中华民国目前的一个状态哈。好，南海争议哈，南海的争议主要是也是这些油田哈，这是越南，这边有越南很多的油田、油气田，这个是东沙群岛这边中国的油气田。其实在过去中油也有在这个地方。只是还没有把它像他们这样像春晓油气田的那个设备架在那边，还没有啊。菲律宾也有，啊，这里也有，哦，这个都是有哈。好，现在我们来讲完了整个，我们来台湾来讨论台湾的地位哈，台湾的地位哈。我们先从历史情感传说哈，从荷兰、西班牙开始哈。拒绝外来政权的阿美族人哈，因为我就是阿美族了哈。因为这个我有去做田野调查，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阿美族没有什么文字，就口述。然后有一天，到了有一天呢，那个小港，我们那边有个小港叫陈广告港，在挖那个什么，在要它改成天然港，要改成人工港的时候，挖了好几百具、几千具的。什么？荷兰人的骨头，
没有文献啊，没有文字啊，没有办法去，怎么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有证据，怎么会有那个地方那个海滩死了好多人？那老人家也没讲说，他就说那个地方很阴森，你们少去哈。可是在开始做建筑的时候，就开始要动那个怪手，怪手一拉，哇，又是骨头，哇头骨，哇这个什么腿骨，这个腿骨都是什么？都是外国人的那个什么遗骸哈，好，还有什么红毛桥，好，这个是红毛桥，也是在三仙台附近哦，成功镇市区5公里处，三仙台那个地方啊，红毛桥，这个红毛桥是谁取的？你知道吗？日本人取的，不是我们自己取的，是日本人取的，红毛桥。在这个地方有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原住民就是这样哈，你人家的领地你不能随便去侵入了哈，你侵入了就把你杀掉，出草就把你杀了，那你杀死你人活该，你也找不到别人来那个嘛哈，那个什么那个满洲事件就那个什么牡丹事件就是这样啊，牡丹人杀了日本人，那个琉球人，结果叫中国那个清国来处理。清国说那是化外之地，不是我们没有管到那边啊，你们要去攻打自己去攻打。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原住民哈，我刚刚听到那个我们那个同心讲说原住民啊，原来的主人哈，你侵入到人家的领土领地哈，你被杀了，你还没有地方可以去。记什么？去告诉哈，你去哪里告诉？就日本就去找中国，没用，没效。那你们自己去处理哈。待会我们可以讲到这个部分哈。也就是说，这个红毛桥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荷兰人跟曾经驻扎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证据了哈。他不会无缘无故，他就变成这座桥啊，不会。其实像在别的地方也有这种名称了哈。大明王朝啊，这个大家新闻看到哈。康熙年间哈，为了要统治整个中国，啊，还存在台湾岛的中国人啊，在1683年打败了郑氏王朝，结束了郑氏政权在台湾了。跟蒋介石一样，都是逃往来的哈。好，再来就大清拓垦时期啊。拒绝又是一件哈，又是阿美族人，因为阿美族人是靠近海。那最容易碰到什么？外国人啊，最容易碰到外国人。大港口事件，这个也是没有，因为没有文字的关系，所以在文献里面很难看到啊。那你只能听从老人家的口述去知道这个事情。它这个发生在哪？1878年发生在东海岸的抗清兵的战争哈。台湾东岸还是没有让什么外来政权统治。事实证明，大清帝国没有能力什么有效统治东岸，只是局部驻扎经营罢了。好，我要讲这个部分了。那个，哈，牡丹事件，1874年哈，1874年哈，啊，他这个是1878年，牡丹事件是在1874年，好，发生之后，那个。沈葆桢啊，就跟大清国讲说，不行不行，我们要去理藩。哦，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哈，牵扯到那一些国际间的问题了，所以呢，大清国就派沈葆桢来去理藩哦，就跑到东岸来了，跑到东岸了，就发生了这个事件，这个。那他们那个那时候，他们希望说能够跑到。东岸之后呢，进入到什么？进入到玉里。他们后来在玉里那个地方有驻扎，就是现在的玉里哈。清军有在那边驻扎经营，但是呢，你因为那交通不方便，南北交通不方便，所以呢要靠海运。要靠海运的时候会经过哪里？经过秀姑兰溪的出河口。秀姑兰溪你们知道了哈，泛舟的地方。他们要从那个地方进去。溯着那个溪，一直秀姑兰溪，一直到哪里？到瑞穗跟那个什么，玉里那个地方。
结果在这个河口里面，阿美族人不让他们进来了，总共发生了三波的什么战役了？第一次可能是派几百个人过来就被歼灭，第二次又来又被歼灭，总共三次都被歼灭。结果那些他们有一个将军叫吴光亮，这样打不是办法，打游击战绝对不是这些人的那个对手，那干脆跟他们用那个好了，他们就耍诈。他说，他就跟那个头目讲，头目啊，我们的皇帝说吼，要跟你们讲和啦，吼，要跟你们讲和，每个月给我们会每年会给你们缴税给你们一样的哈，给你们一些好那个食物啊，给你们一些物资哈，你只要让我们过就好了。啊，头目认为说啊，这样打打杀杀的不是办法，他们就答应了，就在现在的晋浦国小那边哈，他们就设下鸿门宴哈，鸿门宴哈，那个他们在那个那时候的清兵已经在那边设埋伏了啊，那原住民就很单纯嘛啊，既然都要这样子了。我们就去吧，他们就准备了酒啊，什么好吃的，就在那个地方吃。吃到一半的时候，他醉得差不多了。那些埋伏的人就拿着枪就往他们那边射杀，全部就被那些战士就全部被射杀，被杀死，被杀光了。剩下有一个哈、装死的，有受伤的装死的，连夜赶到部落说赶快走，因为那时候有那个诛九族嘛，那个年代还是诛九族的年代嘛。赶快走，赶快走！就原来的大港口的部落的这些阿美族人，就往成功的方向去，有北边往丰滨去，西边就往哪里？往那个瑞穗去，才会有现在的那些成功那一直最远到东河了哈，我们那个区域。现在原本的大港口人不是原来的那个家氏族，是他们已经散掉了，逃亡嘛哈，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多久，没有多久，1878年哈，过了没有几年哈，就日本跟中国之间就发生了战争哈，中日战争哈，好，就有那个所谓的日清马关条约哈。好，再来，西元1908年，花莲及安乡七角川的抗日事件啊，这个很多种说法了哈，事实上。七角川也好，那个马刀套事件也好，这个都是阿美族人哈，阿美族人在那。成功镇就是我们也是在三线台那个地方哈发生的，日称的陈广澳事件哈。日本人可能讲好的事情没有做到，惹了这些头目们，这些头目就不高兴了。啊，你们这个样子对待我们不对哦，就有一次在讨论的时候。就把日本的警察把他杀了，啊！那时候那些头目想说啊，既然日本都杀了，干脆他们就很天真了，就说我们把日本人赶走好了啊！他们就讲好，哎，对呀、把日本人赶走也是好事啊，把土地还给我们，就开始集结部落的那些年轻人，从这个部落到那个部落，总共有五个部落参与这个事情，从最南边哈一直打到那个小港那边。只要是日本人就杀，只要是日本人就杀，或者相关，或者是那些通义也都被杀，反正相关的那些老师全部都要被杀，所以那时候死了很多什么日本人，啊，那些没来得及逃的话，就逃到台东市，我们现在就是台东市哈，那时候台东市已经有一些汉人跟一些日本人在那边，他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城镇哈，那时候那叫台东镇，那时候的那个。讲那个汉人就说：“哦，华纳台郎哦。”他说：“原住民在杀人了哈，今早有的人要想要回去，有的人就撤走了。”哦，这个事情闹得很大，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台北已经闹，总督府知道这件事情了，就从新竹、台南、宜兰、台北就派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警务人员哈下去围剿这个。来这个地方的围剿，这个围剿，所以才有这个成功事件。最后呢，因为有这么多事件日本人在处理这件事件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怎么样，这个都还有屠杀了。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七角川事件那时候泰鲁格族就是赛德克了
你们看过那赛德克巴莱吗？他们真的是说实在很野蛮，非常的野蛮，他们把人命当作动物一样看待。那时候七角川事件其实的前身是有一件屠杀事件。我们阿美族里面有，从阿美族里面有分出两个民族，叫做格马兰族跟那个萨吉拉雅，我们讲萨吉拉雅。萨吉拉雅就是因为跟泰雅鲁格族产生冲突，那个萨吉拉雅这个民族差点被灭族，就躲到阿美族里面。阿美族说：“哎，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他们也是跑到七角川这边。”那七角川的头目说：“哎，你们这个德鲁古的不行不行，你们再杀下去，这个民族会就没有了，会不见。”然后来就把他接收哈，把他接收，所以停止了整个泰鲁格的那个屠杀。他们已经到了阿美族的领地了，在谈判喽，整个头目在那边那个，结果泰鲁格就当场就把人家的头目把他斩头了，就当场就把他斩头了啊！不行，后来那个阿美族说啊，我们有盐巴了，跟你们换了，就拿了一桶盐巴说好了，这个事情哦到此结束。后来他们才撤退。那可是对日本人而言，这个泰鲁格族还是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就要利用阿美族，你们想办法把他们做一个平衡，克制他们，不要再这个样子。所以就命令那个什么德鲁古德就开始这个里番嘛，就开始从同盟那边移到哪里，移到富里玉里那一带。所以我们花东吼那个纵谷县吼，很奇怪哦，奇怪，布农族旁边怎么会有泰鲁格族？然后就唯独阿美族是把整个海岸上面整个封锁掉，他是以秀姑兰溪来为作为那个作为那个屏障啊，封锁之后，那因为这布农族跟那个德鲁古族他们都很强悍，都是靠山上，因为他们都有领地嘛，都会划地自限，你们不能超过我们的领地，要不然我们会杀头。啊，日本人就把他们故意迁到旁边来，为目的就是要怎么样？一番自番嘛，一番自番啊，也就是你杀了我的民族，我叫日本人来当那个公证人，然后日本人给你武器，你去回去打，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好，就是再来就是这个雾社事件，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一直到雾社事件结束之后，1930年了哈，你看从这边到这里打了几年的战争。好长一段的时间了，最后在这边，完成了统一啊，台湾的统一了。哦，1937年皇民化，1945年就纳入日本的那个大日本帝国。好，中国占领时期。好，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哈，蒋介石委托谁？陈仪。1945年10月25日，依征服日本美国总统杜鲁门，参照战时盟军之什么分配占领协议所核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的第一号，代表征服杜鲁门占领。那时候是蒋介石委任陈仪来受降，所以1945年10月25日叫做什么？不是台湾光复节啦，不是台湾光复节，是什么？是占领日的开始，占领日的开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经政府所管辖的被视为什么？外国分配占领，这个刚刚我们都有讲到了。好，这个就是独岛。独岛在哪里呢？韩国、日本刚刚好在中间线，就这个啊，这个安倍修宪就是要把这些要回来哈，好，北方四岛在哪里呢？北方四岛这个是原本这个也是被日本占有了哈，后来就被拿回去了。那北方四岛在这边，国后岛，有没有泽州岛、瑟丹岛、慈武群岛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在北海道，也就是日本的最上面哈。原本这个部分也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这个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啊。后来因为因故哈，我们就剩下这个部分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这个部分这条线啊，这个也被那个什么也是被
树林拿走了哈。好，这个地理位置是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啊。啊，这么快啊？好，对呀。啊，好吧，那就下次有机会再讲哈。我讲太好，那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我再重那个重复一下哈。我们的秘书长哈，发现美国隐瞒60年的台湾法定地位，美国军事政府下的占领领土哈。原告林志升哈，这个很重要。原告，你要讲法理，就要考虑到这个。原告林志升本土228名哈，2006年10月20号，美国华府向联邦更怎么样？诉讼标志是什么？台湾国际地位以台湾人权19%，暗号在这里。经过3年攻防哈，就有这个判决，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重点是，好这边哈，不好意思，这个是第一次的判决哈。美国放弃抗辩权哈，依照国际法哈，抗拒抗辩权，然后表示什么？原告怎么叙述正确？国务院全部确认，2009年10月15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就是要进行的了哈，要进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才会再继续有判决下来。好，不再看没全部确认，法院这边哈，法院要求今后要依法正确行事。阿鲁，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我们是台湾民政府，也明天也有台湾 A 政府、B 政府、C 政府、D 政府，到底谁才是真正美国承认的？这个是重关键，这才是我们今天来这边的目的哦。啊，好，这个2008年以前哈，台湾从来没有成立平民政府，一直有了这个哈，他们放弃抗辩权之后，啊，承认什么？2008年2月2号成立的什么台湾平民政府哈，啊，这个是第一次，第一届的陈仲谋先生担任第一届台湾民政府自治主席，好，好，结束，不能再讲了，有机会我们再那个哈，好，谢谢。啊，各位同学，咱即马下课休困食饭，啊，稍等嘞哈，是12:30上课哦，12:30，12:30开始上课。请问台中州理事会小姐在吗？来，现在赶快去吃饭。台中州理事会，好，稍后12:30哦，12:30开始上课。